God damn. Yo, what's up, guys? 我是你的屁孩老伦。Oh shit, 灯光不够。哎呀，来点灯光，灯光。快没油了，8点油站就要关门了，所以先赶紧去加个油。I'll see you then.亚特兰大这两天一直在下雨，我的天哪，热死了！也不知道为什么下雨反而会热，它就像是广东那种回南天，你知道吗？就是非常的热，非常的潮，非常的湿。对。OK， 现在我们加满油，我们去买菜吧。这个我吃超久，bananas。牛减肉，跟健身当然少不了鸡肉，我会选择鸡腿肉，因为口感好一点，好吃一点。芹菜，哇，商店里面超级冷的，我操。平时吃超多鸡蛋，就是已经做好的豆芽。其实我真的超爱吃他们这种韩国商城、韩国超市里面做好的这种 reserve dish， 就是像这种泡菜，我真的真的超爱这种泡菜。那其实今天我还没有吃最后的一顿，因为家里没有菜了，所以赶紧得过来补点货。现在是真的超饿的，那 let's go home。欢迎来到今天这个有味道的 vlog， 我要给大家讲一道健身餐。是谁跟你说健身一定要吃口感像橡皮擦一样的鸡胸肉？是谁跟你说健身就一定要吃水煮的东西？现在我就告诉你，健身照样可以吃美味可口的红烧鸡肉饭。Alright， 我现在就做给你看 ，Let's get it。OK， 废话不多说。首先，鸡肉，我选择的是去皮去骨的鸡腿肉。有人就会问，为什么会吃鸡腿肉？不是应该是鸡胸肉吗？鸡胸肉太难吃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们洗一下，弄干净，然后待会就调味。接下来就是去油脂，把这些肥的切掉，减脂，不想吃那么肥的。382克。那接下来这一步呢，就是决定成败的这一步，调料，料酒。Oh shit！ 生抽，老抽，一点点的糖，胡椒。蒜蓉，然后现在我们就给它来按摩一下。注意哦，我到现在这个程序一点油都没放。那这个鸡肉我们就放它大概5到10分钟的样子，让它入味一下。有条件的话可以提前一晚做好，然后放在冰箱里放一晚上，那这样的味道会更加的透彻。已经闻到香味了，嗯，超香的。所以我们在等它腌制的过程中，会先洗一下菜吧，弄点青菜，因为青菜还是必须要吃的。OK，
对，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煎这个鸡腿肉。从这个步骤开始，我就会开始放油了，但我用的是这个完全零卡路里、零脂肪的。大概喷两到三下就好了，等锅到了八成热的时候就可以放鸡肉了。这样再等个大概3到5分钟，然后它酱汁完全被吸收了就 OK 了。Look at this! Oh my god! 这肯定超好吃的。对，一顿快速健康又有好吃的健身餐就这样搞定了，全程没有加一点油，除了那个 spray 那个不算卡路里。你看了这个影片还是水煮鸡胸肉，我真的救不了你了。Games bro， 在下一集的 vlog 里面我会跟大家讲我详细的健身计划，不单只是从饮食上还有运动，所以感谢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 Peace out。